Hello，这辆是我的车，奥迪 Q7 2006。啊，外观给大家看一下。就这一点而已。轮胎是米其林。规格是在这边，265。50265 50 R19，轮胎胎纹蛮深的，八成新，今天有点下雨。然后这是电折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记忆座椅，然后腰靠就是气垫，它会鼓起来。然后这边是记忆座椅的按键，然后四个都是可以自动天窗，然后儿童电子安全锁，因为这有点透气，就是德国环保漆，加油，然后这个按一下，它后面就自己打开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看主驾驶，后座长这样。有个烟灰缸，然后自动升降，四个升降机都没问题。大天窗，然后后面还有个天窗，它是手动的。然后这个是七人座，所以后面有个七人的位置。B 柱有出风口，B 柱出风口，C 柱也有了，在这。C 柱也有出风口，我们到后面拍一下。然后它后面这边可以控制这边打开，可以控制这边的叶子板。今天下雨太紧张，我们拍一下。七人座。下面一些零件啊，然后音响在下面，大家看一下。因为我不是卖车，我只是拍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是 Panasonic 的导航地图音响，我也没在用。然后这是音响和备，应该是备胎吧。BOSS 的音响，很棒，有在用。然后 C 柱，刚刚说的 C 柱。有杯架和出风口，出风口，嗯，拉远一点。还有两排出风口，所以坐后面啊，那个冷度也蛮冷的。安全带，3.4安全带，这边也是，嗯。然后后面的大天窗，那个灯，12V。大家讲，然后按一下，3.0柴油税金大概是19,000多，9688铁字牌，就要88 Q7，正常。啊，后面是市区恒温空调，这边可以控制这边的温度，这边可以控制这边温度，然后有两个十二伏，一二加后面三个，加前面有两个，它有五个点烟孔，充电器，嗯，它这边都是正常的。那这车电池刚换，等下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长这样。电池在这个椅子的下面，基本上要找专业的技师来拆，因为那太难拆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比较难拿。拉出来，它一个很硬的真皮扶正，
正常，都没损坏。不太会拍片，所以啊，原来是它是在这里，难怪我找不到。还有挂钩，可能是疏风钩，它开关。好了，我们再去里面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也有，副驾驶座也有前后滑椅，电动吊扣。像按这个，好正常。这个是开长途的时候，腰部颈椎很好用。我再开一下，来，里程是251294，然后今天是2022这个时间。2月2号早上，钥匙有两把，嘿，发动，好正常。啊，等点卡，我们看，因为我换新电池啊，看面板一下，所以电池是100%，我是去年12月31日换的。啊，副驾驶。有一个，它是电动的，哎，正常。要把萤幕切掉，打开，萤幕切掉，打开。倒车 review， 它可以按这个，看后面倒车显示正常。来，再来是停车，关掉。再来是我们倒车，把它挡。屏幕仪表的正常，没有亮灯。然后冷气，什么叫市区恒温？18度、17度、16度、15度。这我想要吹16度，他想要吹18.5度。然后后面其实打开了，后面也可以调。后面我想要吹20度。对，因为可以依照每个人的温度调整每个人的温度，这叫市区恒温空调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BOSS 音响，它这边有点破掉，其他没什么太大问题啊，车子就是这样。嗯，然后这手动滑椅，如果有喜欢的话再来照看车，这当然试过给人家电子。然后这是转一下，这个鞋啊，这是窗户的，这镜子的，转一下，转到中间，它的镜子都打开，再转一下，它镜子都关起来，两边镜子都正常。你看，这是儿童电子安全锁，锁上去的话，后面的小朋友都没有办法打开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。然后音响。巴布洛迪，更好的老鞋整理，80年老店。啊 ，CD， 我没有放片，有放片光碟。啊，关掉音乐，啊，按长按，把音响都切掉，敞开。然后这是导航。哦，它这边有附个遥控器啊 ，Panasonic 遥控器，连下面这边，然后车况的一些东西，大概是这样。引擎熄火，引擎启动，这启动我们也用过。然后它有这边有定速，看方向盘这边可以调整，电动方向盘可以调整，正常。那这是
那个手刹车放掉，脚刹车放掉，对，然后电灯都正常，它是 IH 鱼眼的电灯。上面的灯都亮着。哇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每次看车太人太多。像往上拨一下这个，它就翘起来；往下拨，然后把天窗打开。联动正常，因为现在下雨，我不想里面湿哒哒的。好，如果不想，我现在想要把这盖起来，看这个。哎，它正常，正常。好，这个按这个钮啊，它后面这个会开启。按给大家看，按一下，它会出现红灯，后面的窗户会打开。我再按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按住喽。它这个就翘起来，就这个。那我们要把它关起来。关起来。然后这个造型是保时捷的造型，所以面板非常漂亮。因为这个过年车，我想把它卖掉。然后这个是钱董娘的眼镜，我都没有拿下来过。然后电灯都正常，室内电灯都正常。然后这边都正常。然后还有这个防眩后视镜啊，这个。这个是那个东西南北，看你走到哪里，高级车才有。我们售价是26,28万，卖28万，因为电瓶也换过了。大家喜欢可以来看车。好，这个再翻一下，两个杯架。哦，这杯架很好用哦，它是内缩的。我过年想要。清掉，这个是以前电话，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不流行那个配备。然后还有烟灰缸，那两个点烟器，抽烟可以在上面抽。然后有抽烟，因为这个是无烟车，这天花板都很干净。就大家要这样子吧。啊，地脚力都正常。门口都正常，这轮胎都很深的，安全性都很深的。面板是不用修理的，因为几乎都占到了。其实这边有点胶条会有点脱落了，反正是久了，大家买去可以换一下。哦，车内没有漏水，这个大家请放心。好，以上大概简单看一下，引擎盖给大家看一下，哦，很亮哦 ，LED， 在这边。脚刹车踩住，放掉。3.0V168电机，它的皮带跑的表现都很漂亮，然后轴轮都没有异常，然后水箱空气滤清器。水箱空气净化器，然后再加机油的位置，然后这就是废气回收罐，然后这是外接电源。比如说你车电瓶没电的话，你夹这边
还有一个在夹这边，这边和这边，正极、负极，然后这是加冷媒的，然后有一次小保养，花6000多块，电瓶10500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温度计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雨刷联动都正常，它雨刷我们跑得很漂亮。雨刷。雨刷在这。来，后面也给大家看一下。后面也会动。女生大概是这样子。好车一台，赶快来抢了。好，拜拜。